每天要上吗？不用，一个礼拜一次，两个小时就会了。
那你可以你可以想说要做什么，那我们再帮他做主打配色，对不对？对。像我们那个主题是托盘系列，我们只是说我们要做托盘，那你要做任何构图都可以。那像这个是我们做完之后再去我自己去买的那个把手，它就可以当捧托盘去捧茶或是捧餐点。那如果对对，那个配件就一组就300了。啊，你也可以装那个一个勾勾就可以当框画，用很多。那我第二次有在做大型的花盆，因为比较大，所以我们这次还没有拿出来展览。然后下一期就是第一件作品是有一个学员，他做的是他自己家的门牌，他最先做完，他还带回去做，那时间不够他做，他带回去把它完成。爱心的那个，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啊，香家琪。啊，都好过了，叫。喜欢他们哪些？没啊，你可以塞一个菜。其实你坐下去，转个头塞一个菜，他在你旁边。一天又跑掉了，就是坐久了。是布农拼布班，我们的拼布呢，最主要的是手缝的，对，就是一针一线的，每用小小的布块，然后慢慢的去组合。那像这种的呢，这种的是来自那个南美洲的，它有一个名字叫 Mola， 就是Mola， 就是阿美族的名字。是南美洲的太阳岛的。我认南美洲的。对对对对，它是有用挖的技巧，就是把布剪破了，然后来缝，然后上面再贴上别的不一样的颜色。他们的颜色的特色就是非常的鲜艳。对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做出来的？黑色的这个是就是一般的这个印花的棉布。对，是贴上去的。对，就是我们的背景是那种有点像泼墨的那种的那种颜色的，然后上面再贴上白色的，就是那个油桐花的，就像好像这种油桐花飘下来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那现在这个是未完成的？对，这个是半成品。半成品。对，这个做一个作品大概要很久的时间吗？这大概你如果用工作的话大概一个月就可以了。一个月就可以完成了。对，对，这个其实哈，在那个太阳岛，就是南美洲的那个太阳岛，他们这个图案是穿在人的身上的。对，那我们是把它当做壁饰，你可以挂在家里，就是有一种比较活泼的气氛这样子。啊，这个跟我们一些原住民的，对对不对？对，他们也算是美洲的原住民啊。对。颜色都一样，很鲜艳。对，那像这边的，就是我们一般的拼布。那我个人比较喜欢，就是很比较鲜艳的色彩。嗯，那对对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我们这就是馒头，有点像，它是小钱包。哦，钱包。对，这个可以拉开来。对，它是一些小，这些都是零钱包。对。不齐呢，都女生都有，男生都没有。种族歧视，我有做男生可以用的，来来来来，嘿，像这样子的图腾，男生应该很 OK 啊。还有，哎，还有这边的，我们这里有很多同学都做给老公，对，老婆做给老公的，像这个，然后还有这边的，像这个，对，这个就是比较男生用的，对。谢谢啊！谢谢。那你们在哪里上课？我们在劳工大学那个施甲公园的那个，施甲的学区。对。那每个隔周的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。好。那免说欢迎我们来参观。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。哦，对对。嘿，对。好。今天在这里跟大家。我们这个班级呢叫树人。忘记了，我说你们在学什么？主要是学什么东西啊？好，谢谢。哎，我们这
个班级呢是素人大改造，主要是针对就是社会一般的人士，针对自己的彩妆跟发型的一个改变，那让自己呢本身就像女人我最大一样，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一个 DIY 整体造型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好，那你要不要说嗨大家好一下吧？大家好。那你要讲。来，我把下个吹了。好。